我今天来打这一个复刻的地狱级。我第一关，第一关就有这个光珠骑手，让这一个遗愿快一点进入那个杀戮模式。光珠骑手。来光珠骑手，进入杀戮模式了。现在他是火属性，所以我们就水柱骑手将他带走。这里我们就随便转就可以了。这里要转23颗，所以就看到再转。好，10颗。19。23，就是15再加一个，15再加4，15再加8，15再加8，这一堆转注时间很长，如果转不到的话可以探讨这种。哦，这里就比较麻烦了，这里就开一个遗愿。这里不能够守孝到火珠，我们开遗愿。这里是不能守孝到火珠，我们也是在开遗愿。然后就随便中间，或是这里，这样子就可以。这里要累积15颗木珠。刚刚好15，完全不是问题，就随便转一圈就可以了。这里我们开猫头鹰，好，一步送给他就可以了。轻松通关。